大家好，我是妙豪，我们又回来我们的蜜托邦啦。那我们新的组合，我们在开始之前给他们吃点东西吧。哎，哦，这次拿到好多新东西哦。这是什么？碳烤蝎子，它是防守跟速度，仙人掌汁，增加 MP 的。哎，对耶，我不太清楚我们的新职业到底是会耗些什么东西。防守跟速度，好啦，今天来者是客嘛，我们就让那个黑死魔吃一点蝎子，他很喜欢，不愧是黑死魔。那 MP 呢 ？MP 反正就是要使用技能的吧，啊，就来者是客，他都可以，所以黑死魔其实很好养咯。那我们会不？我们原本不喜欢吃的东西会哦，我们家的能力值都还在哎，那这样就随便吃吃了。那应该我们喜欢吃的东西情况是一样的。然后我们在期间拿了一些约会去卡拉 OK， 以前好像没有拿过卡拉 OK， 去唱一下。所以他们真的会唱吗？会有版权攻击吗？我很怕哦。我们去唱卡拉 OK 吧。他如果这时候给我唱 Lisa 的那一首。盐的话会很地狱哦。卡拉 OK 哎、欸，好酷哦，新的。他在唱什么？有一只顽皮包在上面。不是，到底在唱什么？而且终于还可以把一黑死魔给唱到睡着。相当在意的等级呢。哦，学会了在乎。那我不知道刚刚有没有人注意到，其实我后来花一点点的时间把那个我们之前一窝座脸上会出 bug 的那个条纹给修正到对的位置，所以他现在眨眼睛的时候那个字不会跑出去，条纹也不会突然消失了。熊掌猫爪好可爱哦，买呀、啊、买呀、啊、买呀、啊、才140块，买回来哦，不要香蕉。你猴子啊，我想要猫爪了，为什么？那游戏区啊，游戏区有吗？花斑猫哦，是衣服哎、欸，哈、啊，可它占的好少，但是有食人花茶，好了好了，不要拿到那 MP 糖我都行啊，而且还有旅行券 A 级哎、欸，只要不要中灰色的都可以，虽然我不太想中来，不要灰色，不要灰色，再过去一点，再过去一点，再过去一点，拜托再过去一点啊，虽然 A 级这也是蛮厉害的啦。啊！我想要花斑猫，我想要看后边会怎样。给谁啊？给谁都没差，反正他一定是挑他。我们的一三旅行啊，对吼，我在旅行前我都忘记，就只是看这样子，岛屿震动画面就没了。可恶，一点都不香。为什么没有画面？给我画面啊！很好玩呢，我觉得不好玩。爱情升温。哎、欸，他其实加的也不多哎、欸，这真的有 A 级吗？相当在意的等级呢，学会夸奖。哎、欸，他们其实进展很快、欸，根本没出去多少，他们出去过吗？然后已经到了刚刚等级几啊？六吗？喂，花斑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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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茶哎、欸，好啦好啦，不玩了啦，我觉得等下一回啦。哦。特级稀有，而且还三杯，哎、欸，好像还不差哦。那我该玩吗？啊、算了算了算了，下一次好了。哎、欸，还要记得带它。嗯，它那有液体晃动声，哎，好酷哦。对，我们要遇到我们心地善良的两面宿傩大大了。两面宿傩好久没出现了，超帅的音乐，嗯，真奇怪，找不到。我记得就在这附近啊，不期而遇，宿傩啊，你是？我听说过你的事，像是拯救最初国之类的，表现很出色啊，这完全是超级出戏的宿傩。哎呀，过奖了，好了，一窝座也很出戏啊。对了，你在这附近有看到一盏神灯吗？两边宿傩要神灯啊？没有呢。这样，其实我把重要的神灯给弄丢了，是一盏非常危险的神灯。你确定弄丢的不是你的手指吗？
如果你看到它的话，千万不要碰它，请一定要记住。好、哦，那看到手指要吃掉吗？喂啊，就这样，我还以为他会跟我们同行之类的。然后我们去找一下索尼克。嗨，索尼克，哎，不是，没有索尼，走吧。一窝坐爬爬，你还真喜欢提那个哈？哪一个？在沙漠上真的很难走路嘞，我刚说爬的。不过正因为很难走路，才能够锻炼深层的肌肉啊。是哦。就这样啊，好歹升温一下嘛，状态不错的。要往哪走嘞？艰难的路，简单的路。我们这次只有两个人，我们到底要走艰难还是要简单的路呢？我觉得不作死就不会死，作死了。开始清醒了。遇到了什么？好可爱，斯鸠好可爱，但是我觉得我们打不过，救命啊！我们使用魔法战斗啊，魔爪抓。新技能魔爪，抓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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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酷啊！闪躲，酷啊！再闪躲。哎，他魔爪是要干嘛？我刚刚没仔细看。哦，我死掉了！哦，他也要死掉了！啊！先复活一下吧。好了，复活了，复活了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！我不该走艰难的路啊，我们的战力完全不够啊。我们会不会就这样死掉了呢？不对啊，我们不是有香蕉吗？啊，哎，不是，你抓够了吗？他抓够了，所以可以战斗了吗？等一下，我可以，我想看一下这个技能到底是要干嘛？将准备技能下次攻击会伤害强，我真的不会按那个东西。完蛋，我们打不过哎、欸，应该会死吧？才打十单滴，我们有逃跑的选项吗？他哭了。啊，我知道，我等一下，我们可以先把死掉了。嘟嘟，HP 香蕉不够吗？你没吃啊，这不能怪我啊。哦，玩了这么久的游戏，我们第一次体验到死掉，原来会直接退回旅馆。喂，啊，没有解个成就什么了吗？那退回旅馆的话，我是不是可以再玩新的轮盘了？真的耶，而且还有试管呢，玩试管。喂，有了有了，中了试管，得到试管瓶，这里面是什么东西？要给谁？当然是给黑死魔啦。这是有差哦。买猫手手带回来，花斑猫手手好可爱哟、哦！它真的要变猫了，所以下次会有猫爪抓吗？哇，卡可以呢！耶、yeah, ，他买回来了。虽然黑说黑死魔是紫色，但这个紫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哎、欸，可它也没有黑色系列的，白色是比较不突兀啦，但是紫色才是黑死魔、喔，我们该怎么办呢？好了好了，你就变闪闪耀耀的，那个裤子实在很花。哎、欸，远看其实还蛮像的，可以啦，可以吧？好了，我们出发回头看看好了，因为我觉得往前的路实在太恐怖了，不知道回头有没有用。回头我们打得赢吗？其实我也很怀疑耶。哦，这边就是我们没有完成的路线。可是我们之前的等级很高哎、欸，怎么办？我是不是应该回到最头的地方才对啊？感觉会出事哎、欸。
我们这会不会真的出事啊？来看看吗？反正顶多回去再从旅馆重休息一次而已。我怕爆了，不要丢我啊！好痛啊！延迟呼吸，救我！土拨鼠，猫爪，想要展现好的一面。等一下，你是拿试管攻击吗？你没有其他技能吗？啊，对，我还没升级，没有技能啊，我死掉了。沙粉官，啊，不是啊，两个都死掉了。等一下，太弱了吧？我们完全没有办法升等哎、欸。下次不会输了。嘿，所以我真的要回到最前面打小怪吗？完全无法前进哎、欸，好闲啊！好，来改变形象吧，不要，拜托，不要，你等我一下哦。久等了，是在哈子咯？不要，拜托，简直换了一个人啊。不是啊，完全没办法练等啊！我要先让我出去练等啊！我们最强的上学完全被打趴、啊，等级二跟等级一，难怪一下就趴了。这样真的没办法往前走啊，完全往后走好了。够前面了吧？这可以重来吗？不是吧？这游戏该不会真的要叫我这样子玩？好想摸猫猫啊！不是，等一下，大哥，你在对着一窝座说你想摸它。那不可能打不过了吧？啊，我们真的要这样子练到？那我们要练到几等啊？黑死魔升一等了，我们学会了一个技能了，使一个敌人受到伤害的攻击魔法。OK， 所以他会攻击魔法。充满热情的诉说着香菇，还有奇怪的突出物。黑死魔表示点点点。啊，不是。好哦，好可爱哦，买。花斑猫买回来了，竟然还可以选颜色。OK， 转到一个破旧的护目镜，好吵哦，花野菜哦。可是它应该上面不影响。你是九九吗？这衣服很九九哎，我们还是不要乱改啊！我突然觉得前面那一套还不错看。好，感觉起来我们前面目前的区域无法推进，然后因为又加上只有两个人，之前四个人在打，那我的想法是，我们在前面的地方稍微至少把等级都拉到八九等左右吧，然后就看看八九等情况，我没有办法往前推一点进度，然后再让他好像是不是有第三四个同伴会进来，所以就让那个不知道被关在哪里的探店那些他们等一下。那所以这一块的部分我会把它剪掉，所以你们待会看到画面就直接八九等，那我们就直接跳到下一个画面吗？啊，那如大家所见的，我们稍微样子有一点变，那因为中途拿到了一些新的装备，那等级也是练上去了一点点。虽然我刚刚理想是想说至少要八九等，可是我发现毕竟我们的角色好像也是十等左右了，那我们也拍了十几快二十集才练到了十等左右，所以我刚刚花了快十几二十分钟的时间，这个等级真的不太好上去，所以我还蛮怀疑说这游戏真的是这样进行的吗？所以我想说，
那今天我们再闯一次看看，然后这次我们选择简单的路，看这两只现在五等到底有没有办法通过。如果真的不行的话，就表示我们真的得回头去练等才能过来。我就觉得这设计上有点怪怪，我本来还很期待中途会不会就是比如说过了几页之后有新的同伴，结果事实上没有。那所以就变到说这一块如果真的是这样，我就变到我得私底下先把他们等级拉上去，不然那画面太重复了。那我们就先试试看走简单的路到底对不对，因为总觉得真的怪怪的。冲啊！然后这个途中他们好感度也达到十了，已经超越了炼狱。来看看简单的怪到底能不能打得过。哦，是哥布林哦，差太多了，白痴哦。可是不同地区的哥布林搞不好不一样，确实好像不一样啊。照理说十滴说不定是打得过的，21滴可以打死，所以答案是要走简单的路，是不是？快闪开啊！哦，这个一窝座好可爱哦，这个衣服酷啊！嗨！哦，所以我们不能走难的路，差太多了吧？可以继续了，喂！难道哥布林火腿大家都不爱吃哦？哦，什么新状况？好热哦，沙漠啊，后面还会动啊，好恐怖！谁来把太阳弄走啦？就用我的超能力让它消失吧！这句话好中二，哎、欸，哈！好，成功了，什么都没变呢。6个小时之后才会有效果啦，大骗子！哎、欸，这不要给我决裂哦，吓死我了！哎、欸，不是，一窝座，你这样子走路很烫呢，好想摸猫猫，你摸你自己啊！哦，完蛋了，我们打得过吗？应该可以吧？懦弱的蝎子好像有打过，准备 OK 了吗？新技能，哎、欸，对我还没看过他用，哎，火药，干嘛啦？好恐怖哦！喂，好强哦！番茄酱之力，哦，好厉害哦！紧张，哦，似乎可以推进度咯。而且目前虽然我刚刚花了时间练到五等来说，但是好像还蛮稳的吗？又怎么了？哼？哎、欸，好酷哦！啊，是梦啊！哎、欸，不要梦到那么奇怪的东西啊！啊，疲劳消失了，可是我觉得你快到旅馆了呢，想要休息一下啊？不是啊，你刚才睡过了呢，不要失救哦，我会怕哦，我是西瓜，应该是打得过了啦，呵啊，出发！哦，火药为什么是滴在别人身上？所以这科学家感觉也是一个辅助了，酷啊！番茄酱，下雨了。哎、欸，不是你没受伤啊？哇、哦，这个技能真的很帅哎、欸！城市错误，怎么样？哇，太轻松了呢。对，黑死魔的口头禅会是什么呢？可以帮他去设定个口头禅。打开，喂，320元。应该快到旅馆了吧？感觉好像已经过了好久了，有了，遇到旅馆了。所以我们的进度有往前推了哦。刚刚真的在中间练得很崩溃，想说那真的是这样玩的吗？哦，新同伴来了，差很多，真的差很多。完蛋了，我觉得我们这新同伴跟我们等级有落差哎、欸。
然后我花了一点时间稍微再把这个童魔的发型给弄一下，但他的发型真的太难了，而且真的他的物件有限，所以这个是我能极限捏成的样子。那我们要做什么样的童魔呢？我觉得他算是一个蛮呆的个性欸，因为啊，他是应该随性吧，他是一个很随性的个性，然后他其实严格来说他是没有任何感情的，他感觉他没有任何的情感是装出来的，应该是偏随性吧，啊，就随性啊，随便啦。要选择什么职业呢？另外一个职业是恶魔嘛，随性的恶魔好像可以哦。我们来玩看随性的小恶魔，刚好是红色的欸，好搭哦，呜。我是随性的小恶魔 ，OK， 搞定。随性的小恶魔来按铃了，好想叫他把那紧身衣脱掉。就是这里吗？我是童魔，你的名字是伊窝座哦。哇，太好了，请多指教的，童魔成为同伴。好想叫他脱掉这紧身衣哦！童魔要去哪里？跟谁睡了？你先跟马睡啦。哦，还有两个在干嘛啦？不要一直对着地板一直。每天的锻炼，打造了完美的身材。锻炼。他们的牵绊更深了。完蛋了，他们要十二等了，是不是？巴拉巴巴，对他们等，哎，白痴哦，他跟炼狱的那个好感度一样了啦。我们花了太久的时间培养感情，那这样我觉得我们干脆让黑死魔跟马去培养感情好了。那这样子我们至少人之间可以比较互相帮忙。OK， 好，这样子安排。然后食物的部分也因为刚刚在打怪的情况下，我们累积了超多食物，来看看可以喂他们吃些什么东西。完蛋了，我不知道恶魔他是偏什么类型的，啊，反正总之加 HP 不会错吧？从这应该可以看得出来他的魔力值蛮高的，所以说不定他是比较偏好用魔的。反正不，总之先把血给撑起来。这画面也太可爱了吧！那个上旋三只坐在那边吃饱的样子。哦，他们都想要买东西耶，来看一下。这件至少比那个紧身装好看一点，买回来，买回来，拜托你买回来。有，他们买回来了，蝙蝠翅膀。其实我分不清楚它颜色差在哪，而且为什么没有红色了？不是，为什么没有红色啦？不是啊，它就是要红色啊，没有红色，只要选一个跟它头发差不多的颜色，好怪哦。小蝙蝠是在。我觉得伊窝座正在往一些非常奇怪的地方发展啊！可是他现在这一件牛仔装真的好好看哦，不太想帮他换掉哎。我先不要改好，我喜欢他这一件。哦，这是善意的衣服吧？哇，大家都乖乖把东西买回来哎。有善意的颜色吗？善意，它上面还有奇怪的蝴蝶结，太可爱了吧！不行，它那个短裤实在……我突然真的觉得这件，我一直很嫌弃它，我真是对不起它。这件突然变得好好看哦。我们先来花一下约会券，提升一下他们的感情，真香！二跟三，去咖啡厅放松一下。可是我好希望童魔把这衣服换掉，童魔。两人在聊天，他的头发穿过去了，差不多该回去了呢。我们什么都没点，狐狸怕爆炸。哎，等级变，那个感情竟然没有升温，只好再去一次咖啡厅，记得付钱。后面的看起来好吃哦！啊，我忘带钱了。喂，插头表示嗨。其实我也是哦。插头要爆炸啦！两次霸王餐啦！
不是，上次是完全没点吗？有点在意呢，会展现对方哦，提升伤害。MP 糖果，好了好了，我真的觉得我们拖太多时间了，该出发了。这次多带上一个，哇，一二三到齐了呢。哎，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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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有有有有有，出发，喂，出发，三个人。哎，不是，我们还没遇到索尼克哎，哦，他这样才遇得到是不是？所以索尼克是要干什么的呢？等一下，永远有。永远拥有一颗童心。我是问答游戏先生。如果你能分辨真假吗？今天的问答是谁是真的？哈，玩，嗨。那么问答开始咯。哈，谁是真的呢？一共有三题。好，我们开始吧。第一题，谁是义勇？啊，这个，我是义勇，相信我，答对了。哎，不是，等一下，这个很恐怖哎，拆掉化妆很难拆哎。第二题，谁是？啊，可酷西哦，随便啦。哦，答对了，应该是黑死魔吧。第三题，哦，这个啊。因为我自己捏的，我知道啊。有哦，还好前面只有一那个义勇不是我捏的，另外两个是我捏的。但黑死魔我刚刚真的忘记了，因为那黑死魔太久了。恭喜你了，如果对你就甘拜下风，这个就送你吧。哎，五根 HP 香蕉哦，好恐怖、哦，好险是我自己捏的角色。那么就再见啦，喂。啊，就这样。好，那我们来前进看看吧。三个人的战斗画面，好想看啊。我问你哦，黑死魔有招牌台词吗？黑死魔的招牌台词怎么办？我们该想什么呢？好了，我真的翻了一下，真的太难了。他其实他的对话真的主要都在战斗中比较多。那我就选了一句，就是他当时他们的会议中对的伊沃座讲的话，就是他觉得他以下犯上司的那一句话，你太过火了。我就只能选这一句了，我也知道想不到有是哪一句。你太过火了，其实他这也蛮适合打怪玩讲的嘛。哒哒哒哒。三个人打怪画面真香，想看。一窝做黑死魔来帮忙了。啊！哎，不是，你拿番茄酱砸死了一个怪吗？黑死魔的行动，左右夹击啊！对哦，他们十一等嘞。啊，十二等的欺负哥布林，你太过火了。笑的对啊，一窝做讲哎。小恶魔只差了两滴。啊，对哦，小恶魔的没有技能，他需要升等。糟，童魔，你现在好废哦！哦耶！耍废子一童魔，要、啊、往哪走呢？哇，上面有那个水的地方，好像很好玩。怪，啊！左边有新东西耶，那是能吃的吗？准备好了，爆炸！哇、哦，好像先去拉个等级，真的不错哎。你太过火喽，好紧张啊！有了，童魔升级了，有没有新技能呢？童魔升级了。学会了恶作剧叉子，以影子叉子插穿一个敌人的攻击魔法啊！影子叉子插穿攻，所以它是可以阻挡攻击的意思吗？听起来像被动。哇、哦，等下右边的看起来太好吃了吧？它是记忆吐司吗？发现旅馆了。
他们的感情没有上去。好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差不多到这里结束啊，蛮期待后面这个新的队伍的产生。那虽然有一些人可能是看动画还对我们的上弦一二不熟，那我只能说快去看漫画，后面很精彩，真的快去看。好，那今天的迷头帮就先到这里结束，谢谢大家收看，大家拜拜。